讲过。
哎，咱社区楼顶的会场要开始啊！哦，来了广告啊！我在哪里？我在哪里？被吴阿忠吴科长，还有老朋友刘思月理事长，还有来自我们中台湾各地区的社区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非常高兴这次这个活动呢能够来我们嘉义县举办。那么刚刚呢我们也看到我们很多嘉义县的社区朋友呢也参与到这次的活动里面。那么首先呢我要请代表我们陈明文陈县长呢欢迎各位呢来到我们嘉义县。那么我跟各位一样呢早期呢也是从事社区的工作，那么我来嘉义县呢目前是第四个月。那么来到嘉义县呢我非常惊奇的发现呢事实上呢我们嘉义县的各位社造界的五月这个期间上市正防卫台湾，尤其是北台湾跟南台湾。刘院长身为一个政府的机关的首长，他非常欣喜，可以看得出当时不是当时台北市的马市长抱有一个忧心的原因。忧心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对上市的疫情完全不了解，
啊，这怎样去办哈？家长都不给，但是想不都做的点哦，好啦，哎，没客气哦，没客气哦，来。咱古早的时阵吼，咱这个枕头，咱这安那吼，安那拄啊咧起床的时阵非常坎坷，伊绝对吼不是讲去顾人，绝对去顾一寡即个讲五福天王对吧？哦，哇，叫起床，哎，这早起早咧，这早这样晚，日头都晒尻川啊，那辛苦啦，袂啦，哇，这样子真累吼，哇，叫袂开，哇，嘿嘿。哦，你个中山你个仔，你是特别派，你个苗乡你个台湾农村，对不对？哦，就是这些花，这些春歌啦，吼、哦。这些工课可能是要做着伊这个家务吼。咱大家知影，咱们会在咱不准开始的时阵，你这开油内面都给咱洗衫、晾衣。三条边段，哎，就是较落残，来去做安排了
咱啊，互咱感觉吼，为什么这个恐怖？所以咱就知啊，咱过去咱祖先在这个凶的在咧经营拍拼过程，吼，啊，真好诶，这个凶丰收也有。人讲吼，啊，拄着大水诶时阵吼，啊嘛非常诶，这个凶艰苦，也是啊，甲这大水甲拍拼，甲水甲风。虽然经过大水，但是咱本身吼，拢是将非常倔强，啊，甲非常坚韧的这个凶的精神，啊，咱慢慢啊，社区吼，在这个砖头，慢慢用劲。那么一步一前来，鼓掌一下，好来。咱慢慢透过讲这个凶的艰难。啊，路飞啊，这个古天，啊，内底的主角，咱在人生也是有行过的。啊，讲拄着风雨是难免，但是最主要就看咱有这精神，啊，再多啊，再吃起来。
Thank you.
所以阮这个所在哦，再经过七八档，起码已经七档了。七档吼，我即马树啊，甲种哦，较侪项哦，啊变田个变成空园啦。啊，人会当请来内底吼，那热人伊去即马人外口作热吼，来内底去吼，就真有风就对啦。啊，人伊就来。对，啊，就有个人即个所在吼，都是做一个。咱就教育、教育咯。这小坑，阮即下无办公室，阮即下在哪弄？对啊，咱讲的是，那个站，那个也是在那个那个那个。咱讲，你买，我拢拢申请。啊，可以的。因为我知道到底是不符合这些。那个申请几万块哦，这个费用费，我拨拢申请几万。慢慢放，你那怕不一样。房啊，望弄破了。阿咪，你不要跟你弄吗？我先去给他接你。那我去看你啊，你去。那你干嘛？你干嘛？我来啊。有诶，若无人接，我接中好，你上接中这位嘛真好，这位多啊。感谢啊，还是喜欢。坐在这个。还在啊？来，我这边有几条。啊，干嘞？干，我这边有。有衣服收啊，你。我嘞，我嘞。我包了。哦，两条鱼哦。这是民宿啊，你。我嘞呀，蛮值。哎，这是谁？他们俩，然后再回来。那兄弟，你来今天怎么来？哈哈哈哈哈！好，欢迎你们。哎，兄弟，来，来，我翕起来哈。我们来翕，另外一个视频来。在你外当嘞，一两千斤嘛，拖阿姨。嘿啊！啊，咱这人是不是？
好，谢谢王导，谢谢王导。